girl 她。他OK， 他是分段的，我等一下会。还没有教的，我还没教完的。等一下，我再顺便想想。好，来看一下他这个，他为这个。为这个谁啊？那个哦，这完整的。今天这音响是有一点点那个，反正就是，可能是 YouTube 那边问题了，还是这个我现在这个 OBS 这个新版啊，新版这个有的时候有一点稍微一点小问题，知道吗？但是它传输的速率方面都很正常的。那这个像这个影片对不对啊？是很珍贵啊，自己要留起来。我也是要有留，否则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不谈了，都会忘掉的。像我现在，我现在谈的时候，绝对没有那个，没有像这个 Pretty Girl 这么流利的，因为你会不常常谈就忘掉了。
他这个就没有问题啊，他听起来都很顺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好像不知道是影片的问题还是什么，你看他这个片子，他就听起来就没有什么 delay 啊或什么。精彩啊，不错。好，再看他那个分解的，一片。现在啊，这个事实上我现在到底教到第几段我也搞不清楚，是因为没有关系，我们一段一段教也可以把我的解释一下的，就是反正一段一段它可以独立的嘛，对吧？像这个对不对？我们举这个像这个这个好了，这一段了，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看他弹的是，好，就我们先讲这一段好了。
那个同学啊，这个，有时候啊，因为他真的很多段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弹久了以后是，就是太多了，懂我意思？七段，我算是教了那个，不过这一组的话还好，因为他七段里面，对不对啊？好像都不是很一样的东西呢，所以我当时我就可以把他的很有耐心的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练下来的，但是呢。像我最早教的不是我们这蓝调开课的时候是 walking bass，不是前面那个，我只教了三段嘛，就G调的嘛。可是他到了后来有点类似的，类似的话就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，是这样的。还有这个那个最早教 low down 也是一样，那么这些啊，我也是好像只教了三段。到了后来也是一样，都差，就是有点他们有点一样，有点类似呢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教下去的。那我们今天讲一下，就刚刚那个，把我重点把道理讲一下。但你们练一段的时候，你弹下去的时候，你也知道自己在弹什么东西，你知道，就是。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你看很有意思啊。虽然我们右手这边啊。我们右手是弹这个 C 调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左手，不，左手都弹 C 和弦嘛。那结果呢？右手弹的是什么呢？蓝调 Minor Blue Scale， 是 Minor Blue Scale。拉哆瑞瑞咪哆瑞哆滴的滴，有没有？所以在这里面的话，你如果说，你就了解嘛，就是左手弹。左手弹那个C 调，大 C 调，C 调嘛，对，C 和弦。结果右手弹的是蓝调，Minor Blue Scale 的，拉就把这个当做拉哦。所以你假如说啊，有时候你看五线谱对不对啊？五线谱它当然是写这个。这些音，它就是把它这绝对的音写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些绝对音写出来。可是呢，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不了解它是蓝调音阶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是感觉上那个很难背的。你看，它是你要唱成拉哆瑞瑞咪哆瑞咪哆瑞，这也是蓝调音符啊，全部都是蓝调音符，就是这两个音啊。就西曼的音阶里面这边哈，这个音符，这个音符，所以这个片语的话是最好的那个解释呢。有没有？所以你们就是光是练这个，你就练完之后你就了解一下哦，原来这个我右手的话，我右手用 Minor Blue Scale。右手是用 minor blues scale， 是所谓 minor blues scale 是等于说是西曼的音阶，就对。你看西曼的音阶是拉哆瑞咪，就是没有加蓝调音符的呢。拉哆瑞咪嗦拉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，有没有？拉哆瑞咪是不是 minor 音阶的五声音阶呢？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加蓝调音符，反而还是不太顺了。但是你要知道拉哆瑞咪嗦拉的西曼啦，咪嗦拉哆瑞咪，拉哆瑞咪嗦，这个是五声音阶，你一定要记起来嘛，对不对？记起来之后呢，然后你就是要记住这个，这是最好练习的方法，就是。我不是讲这个西曼的音阶，就然后这个加个蓝调音符，这个是升拉的音嘛，降咪的音，那你就把这，那这个是蓝调里面的特殊的这个 magic tone， 你一定要加这个。
有没有把背起来啊？就是你要先把它背起来，然后背起来之后呢，音阶也知道了嘛，你不要一下子就对着它这样弹啊，你先把。